欢迎回到新闻现场，再来看到这个奇特美景，就像是个超大键盘。这是位在嘉义县中埔乡赤兰溪的一处豆腐岩。最近一位摄影玩家在 Google Map 卫星照上面发现类似键盘造型，实地前往空拍，拍出就像是一副大键盘坐落在溪里。他把画面贴在脸书社团，获得网友的热烈回响，都说实在是太像了。机拉开视角，看见整条溪流全貌，两旁翠绿的树景衬托下，横在溪中央的这幅景象，有没有觉得很眼熟？像电脑键盘啊？哦，这样、啊，对，哦，像键盘，你是用电脑的按键呢、啊？九成受访民众看法一致，就像很多上班族每天离不开的键盘。再推进画面看，一块块方形削波块，中间的方正，两侧则有较大型的按键。长宽比例跟大小排列，真的跟电脑键盘神似。拍摄的人是摄影玩家威利。起初他是在嘉义县中埔乡想要搜寻可以摄影的景点，有看到那个 Google Map 的空照图，发现说那边有一个像是一格一格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很像键盘的东西，就想说去拍拍看，然后网友也都说很像键盘。这画面放到脸书摄影社团后引起热烈回响，在赤兰溪意外拍出超像电脑键盘的豆腐岩，也成了摄影爱好者的热搜景点。华视陈建邦嘉义报道。